夜门关的好像快开始了吗？我号这边已经开了。好了，我们即兴解说一下啊。关的话的话幺二九啊，开风阵；阵的话被对面小克。对面的话是159的啊，第一回合的话对面清流关的妹子宝宝，对面的话是魔王被驱散了，对面是个魔王。那关的话呢，我有普罗上灵动，关的话应该是化身普罗，好吧，三攻啊，地府普罗三攻，是个地府，地府普罗三攻，花果山当头一棒大宝宝5700，对面的话平砍的，对面应该是全体自动了，对面宝宝我们数一个好吧，宝宝0000，关的话的话00110，关的话女娃木，魔王对面秒过的话2000-2000的秒了，宝宝对面一顿锤。对面好像全体跳了，全自动。听说129的这个，很凶啊，说是这个什么，说是什么来着？那个，好像是很凶很凶。反正关的方的话，花果山加了个111未可弃门牌位置啊。对面的话是一物理法系，一物理一法系，对面是无底洞，无底洞化身，后面那个武装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无底洞化身武装，然后带着一物理法系，无底洞化身武装。那边无动的话给他效力，把关他们留效掉。武装的话一手套关他们法系魂灵球准风，对面要算风系的话应该是两风系，无动加武装两风系没毛病吧，因为无动也可以算风吧，无动加武装啊，两风系，两风系的话带来个物理系，带来个法系，带来个和尚恢复，就是个212的一个阵容吧。关他方的话应该是一个023打野兽，这队长的话关他们拉后神马门派位置啊，不知道四虎还是大行。对面的魔王群面秒关他们4000，好凶。那关他们起了灵动的啊，对面还是秒关他们4000。关他们是个女拔木，宝宝关他们锤对面的4号博，避了几波怼，对面的4号博打残，看不了血啊。对，159的带了80级的刀，是的，那是个无底洞，四回合。对面龙山的魔王还是秒得很凶的，龙山的魔王刘进被驱飞了，第一回合起的是刘进，第二回合关他们地府一个驱飞把他驱了，关他们这波花果山有当头一棒。对面的话无底洞起了金蝉，那个盾很厚啊，很麻烦这个盾。对面无底洞继续效力，对这关东方这个好吧，地府的都笑掉了，神马关他们给队长开封印，也不知道队长是大唐还是花果，还是这个斯托里。对面武装套路有点准啊，毕竟等级差异，地府关他们毒了一口，给他们盾毒了一口啊，毒了个600。对面和尚推佛法无边，对面的物理是什么门派的，这是花果山吗？这是普通关东方挂灯的，把灯挂一波。对面没有地府啊，关东方有地府，关东方力武装烟雨剑法啊，129是力武装啊，力武装烟雨剑法怼了。对面的话当头一把砸蛇，把蛇一口气砸死，对面是花果山。那关他们女娃木的话第二回招了蛇，我们把他招蛇的死回合记一个，应该是第八回招蛇。对面的魔王群秒过来秒关他们2200，看起来感觉关他们有点难顶的样子。首先关他恢复有点不太够，地府普通的恢复确实有点不太够，还有一个对面的话是有两风系控，关他们也比较足，感觉是119十个一应该送了，感觉送钱小事啊，关他们顶了一波。129听说他们那个就是是群雄逐鹿什么几强几强的好吧，四强的啊，好像是很强很强的这个，但是存在这么大的一个等级差异能打吗？这个等级差异确实太大了。五回合对面无底洞上塔了，关他妈神马开花果山，关的是花果山力武装加了个女拔木啊，对面的武装基本上好吧，各种神风啊，这波小创关他们挂对面龙山，小创没挂中，那关他们应该是感觉顶不住对面的魔王群秒，好吧，想点对面的魔王一波，给了个水仙水开了，宝宝再开个封印啊，这个力武装一个破血，花果山的话一个当头，这波是有当头一棒的啊，花果山一个落点，对面魔王贴住了，女拔木一个血迹，对面杀威胁吧怼关他们二号光头被怼死，情欲上叠。结果的话一波打下去好吧，对面没有死，这花果山刚没有当头吗？用的是弱点击破，这大的应该直接被打跑了好吧，这威猛先生好吧直接跑了。对面魔王的话这波没有秒，对面的魔王是出好包的，避了击破继续跟对面的魔王，对面的魔王的话没有死。六回合这第一波点杀关他们失败了，这波花果山没有技能，花果山只有神震瀚海，或者说关他们先出个宝宝，这没办法，也只能先出个宝宝先死一皇光生死，感觉这129好像走得有点远。对面的魔王秒伤太高了，秒关他们4000的秒，给谁都顶不住啊！打175的话也顶不住啊！这是，是不是啊？4000的秒，这怎么得了？
对面武力洞一波妖皇四起直封关的芒，力武装把力武装准封，对面的武装的话套关的花果山继续准封，这波关的没子好不错宝了，对面和尚一波推血1800，我都挂灯啊，对面的魔王应该又秒过来了，宝宝关的话血量顶好，目前来说关的话血量还是挺稳的，不过宝宝的消耗比较大，对面当头一棒砸五号虚果这神奇，女王们关的话先找小月灵，现在是第六回合，蛇的话应该是第八回合招，对面的魔王一手群。这波观众方拉了一个孩子，宝宝对面锤神马，神马的话死不了。七回合，这波花果山的技能的话是杀威胁棒和泼天乱棒，没有当头一棒，力武装也是被妖风封起了，还要吃五轮丹解封印，感觉够呛。这波花果山技能是杀威胁棒啊，杀威胁棒和泼天乱棒，并没有当头。解封印的话，可能也对的是弱点击破而已。对面花果山的话拉了个法灵，看不了对面花果山什么技能。对面没有地府嘛，对面也不打点杀，反正就是一顿好吧，亲宝宝，然后秒起。这波关中的宝宝开封印，还要打点杀吗？这波武装这边套关中的法器准封，地府关中方一波驱散，把那法连驱了，亲宝宝了这波。对面和尚推血，那关中方的话土豆跳了，土豆跳了，这波的话可能操作好吧，时间有点不够。第五张戳对面四号宝宝点中的法器宝宝戳，这个烟雨打的还是有点小伤害的，这个打6000。花果山上塔了，对面起个铜头铁臂，铜头铁臂的话这个盾的话它是驱不掉的啊，这个铜头铁臂，对面的魔王秒过了3300，宝宝锤五号吸血鬼好吧打死，这关的宝宝剃光头了，剃了一排啊，一人死了，这宝宝女娲们关的话下波可以招蛇了，就这一波好吧，关的女娲不能招蛇，然后大唐的话关的花果山的话这波有当头一棒，有当头一棒，但当头一棒需要解封印才行，不解封印的话这个当头一棒当不出去，女娲们自己开的话能招蛇了，招蛇的时间到了。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关他们很劣势，对面的话终于是一波水封啊，没套中，对面俩风系各种控你怎么玩，很难打的，这个宝宝关他们顶背于大金，这一波力武装先起了个野兽之力，把野兽怼着，当头一棒砸龙龟，5200砸死，还是有点小伤害的，这个输出是挺足，主要输出环境不好，我控你是不是，你没有输出环境，对面的输出环境是非常好，对面可以挂机群秒，对不对，关他们根本控不了，对面是挂机群秒的啊，关他们你的这个出手的话可能出不了手，对面要控你，女娲们关他们这波的话没有解封印吗，蛇没招出来，尴尬了啊，第二回招的时候第八回应该是可以招蛇的，但是蛇没招出来，这一波的话就会是宝宝飞掉了，这宝宝要是一旦飞掉的话完蛋了，这宝宝飞掉的话宝宝拉不出来，尴尬，怎么办，九回合，对面的话一波妖风直接封关他们准封，对面在武装套子套关他们水封，魔法无边，对面走一个，对面给花果山起好好的状态，这女娲们关他们解封自己干嘛的，这是招蛇，当头一棒砸对面四号被砸飞，这个花果山确实有伤害啊，对面的话打关他们孩子10000，这是几啊，14000，我操，女娲们关他们招蛇了，这是第九回合招的蛇啊，第九回合招的蛇的话下一个招蛇的话15回合，这观众们尝试过一波点杀，但是那波点杀的话很惨啊，所有的输出都出手了，但是没有打死，第五装的破血，然后花果山的这个落点，然后吕拔木的轻音上叠啊，全部打出手没打死，129条在那边159，感觉可行性不是很高，主要是输出环境不好，对面俩风系给你移动控你没法整，对面继续给效力啊，就是让关他们地府接不上罗，武装对面套关他们女拔木准封，地府关他们气人的想抗手封印，这花果山没有宠，力武装的话也是被封妖风的话平戳，只能斧头上的是灵动，让对面瞄的稍微少点，因为灵动这个技能怎么地好吧，还是能加点灵力的啊，加灵力的话这个多多少少好吧能加点法防，这观众们又拉了个这什么玩意，这是宝宝拉的奇形怪状，上把是个黑白无常，这把是个什么东西，兄弟们，这玩意是个啥玩意啊，这玩意谁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玩意啥玩意，兄弟们认得出来吗，黑白无常的白常吗，这是巡游吗，
日游神啊，日游神拿了一个太阳旗，对，日游神，是了是了，就是日游神，这个拿旗子的是日游神，独角兽王是那个玩意。上把的话，对面魔王出好把他并没有秒啊，所以官方血量看着还好。对面上把并没有秒出来，对面给了个笑礼啊，笑完地府，笑普陀，笑普陀，笑笑完普陀，笑地府啊，对面一顿猛笑，好吧，对面的普通学了我一招半式。这一波的话，观众方一波小爽直接挂对面的物，挂对面的法器要点死。这不能上塔了，等等，拿什么点的这是？拿什么点的？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没人开啊，这个花果山没人开，主力输出没人开，烟雨倒是怼出去了。对面沙威铁棒一口就把蛇怼掉，这个蛇场上怼了一下没了。血祭一手9400，有机会打得死不？这关的法系比人的法系还要凶，可能也是因为有灵动，好吧，打了个9000多炸死。11回合，关他妈有地府是可以丢命谱的，有机会不兄弟们？我怎么感觉点的死就有机会了？而且这个小鼠王还出乎意料的，这个还中了，这小鼠王最主要是小鼠王还中了，好像真的还有点小机会。12回合，对面的魔王一死，对面没什么输出了，对面的花火神只能各种清宝宝而已。机会感觉大一点点了，好吧，刚才可能91开吧，现在的话可能28开了，一会儿可能37开了，是这样吧？对面给了手笑礼，只要笑关东方这个地府，对面再一手套子套，套关东方对上准风，关东方甩命谱了。对面和尚的话推血了，关东方无魂甩甩给对面花果山，因为对面花果山清宝宝太快了，落等击破怼一号包4600，对面当头一棒砸13000，对面花果山清宝宝真他妈凶，当头一棒子一个。对面的法系小鼠王的话6回合，下巴还有5回合，关东方这波有当头一棒，15货招蛇，在关东方女拔木不能招流，好吧，很麻烦。确实是非常非常麻烦，这是。对面的话一波妖风四起，这封关东方法系准封，武装的话一手套套关东方花果山又准封，这关东方给水星了，这水不开呀、啊！我操，这玩意妖风四起水不掉，感觉还是没什么机会。虽然说关东方现在血量挺稳的，但是对面清关的宝宝顶不住啊！这宝宝清的真的，这清宝宝清的太快了，一棒子一个，一棒子又一个，完全逮不住啊！14回合，下把蛇还招不了。这个护盾的这个蛇卵都已经飞了，感觉打不了，感觉这10亿好像白送了，是不是啊？虽然说点死了对面的法器，提了一下士气，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像确实没什么卵用，你们觉得是有什么卵用没？倾国倾城是倾国倾城吗？是的，我点的是倾国倾城，对的。啊，这里，你们觉得这有什么卵用吗？感觉还是一样没什么卵用。怎么可能杀得掉对面的？啊，对面的那个要把对面的无动点死才行，我觉得。主要是关键幻魔招不出来，幻魔一出来马上被怼死了，这个双幻魔顶不住。对面的和尚好像没有点痴心啊！我发现个细节啊，对面的和尚确实没有点痴心。对面的和尚点的是加10个金刚单位的，发现了没？他那一波金刚是加了10个单位，好像真是的。对面和尚没有点痴心，在这个小爽还有5回合的时间里，关他们有没有机会，好吧？有没有机会把这个缺口打开，再打开一点点？只点死对面一个魔王，缺口不够。对面沙威铁棒怼孩子，孩子震了一下，3000多。宝宝的话，对面怼孩子1000，怼虚鬼，虚鬼，好吧，虚鬼还是没扛住，虚鬼还是飞了。女娃们关的方式又拉了个，又拉了个虚鬼，好吧，15回合到了，好吧，可以招蛇了。这波解封自己能把蛇招出来。花果山关的方这波的话，解封有当头一棒。对面的和尚好像真的是没有点痴心，如果没有点痴心的话，那么对面就遇到这个问题，就是你这个小爽必须全部结束才能拉得起来，要不然的话拉不起来，必须得等小爽全部结束才能拉得起来，是怎么回事？女娃们解封自己能招蛇，能把蛇招出来，关他们俩辅助血量其实还行，
那边继续给效力，给关东方地府效力。武装的话套关东方力武装准风，套子确实很准。关东方这波小双挂中了花果山，能把那个口子再撕开吗？这口子撕不撕得开？女娲木应该清一三叠了。关东方普通没事干摇铃铛了。大的应该是引攻吧，怼对面破盾，盾破了引攻，再当头一棒砸对面贴住了，来个清一三叠，我操，当头一棒砸了个七百血，血祭了吗？等等，对面起了个旗子，无所遁形，血祭一波六千，我操，有机会。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对面的话没有点那个玩意，好吧？对面没有点磁心，我感觉对面要输，真感觉对面要输，机会来了。对面必须得等小伤全部结束才能拉得起来，而且对面倒地的那个人的话，把五号波清掉，对面就是一个六打十的一个情况，而且对面没有人输出，只有宝宝输出了，是不是啊？关东方可以把宝宝拉全了，冲了！对面没有输出了。对面最主要的一个致命问题就是对面和尚没有点磁心，好吧，这地府命谱甩出对面是没办法的，因为十六活到了又可以甩波命谱了。对面腰封一波封关的普陀准封，武装套关的方准封，把花果山继续套起，这关到地府好吧，命谱继续甩着，就是把这个命谱干出去。和尚那边在活血，好吧，想跌人心了。这关的方这波力武装清五号宝宝，五号宝宝死人宝宝清掉，可以，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六打十的一个局面，对面六啊，关他妈十打六的局面。好了，这下对面方了，首先是对面法系起不来，对面的物理系起不来，对面没有输出。宝宝的话，关他妈肯定还是要续迷了，我先关他妈拉续迷冲都不要紧，因为对面没有是吧？对面没有那个物理新宝宝，就靠宝宝新宝宝，这关他妈拉续迷冲的感觉可以，有机会。很有机会，关照给对面一波反效，把灯的分都给他反效掉，让对面罗汉接不上，拉续命冲了，跟他干起。因为你跟对面后拖的话，可能后面药不够了，这个宝贝也不够了。那关照方的话，烟雨好吧，七宝宝四千二，对面拉了个宝宝，拉了个帽子，烟雨怼的话，对面三号宝宝继续怼掉。这个力武装伤好足。那关照没有宝宝了，好吧，宝宝拉出来。女娲木的话，招跳蛇，这是第十七活招的。十七火招的蛇，打了十八回合了。对面的小爽情况的话，三回合的一个四回合，对面的法系三回合，对面的物理系四回合。小爽，这些要出问题的。对面幺二九把一五九这么虐了，这不得了，很强势。这个地府小爽好给劲，这个地府第一波小爽没中，没有点死。第二波小爽好吧，刚好中了点死了。第三波小爽也是中了点死了，就第一波水封了。对面的话起个苍白纸，武装对面套关的方，套关的方队长还水封了。这个武装的话已经刷出了这个是，已经刷出了这个这身上这个状态啊，叫什么来着？这玩意叫什么来着了？咒语啊，已经刷出咒语的这个状态了。武装先上个塔巴哈利泽，法系女娲木关他妈招小怨灵，应该是在这个乌鸦，把那个幻魔打出来，让叔叔打拳。招蛇的话，二十三回招蛇，应该是等不了。中远孙三是一七五的，把这个先看完好不兄弟们，这我感觉这幺二九要赢了。刚开始感觉这幺二九一点机会都没有，但是你看对面连着被两个点死之后，这关东方好吧，机会一下来了。对面小爽两回合的三回合，两回合的三回合，对面的话一个六打十的一个局面。对面啊，我肯定先看这边的，这个必须先看这边。现在不说五五开了吧，这关东方应该六四开的都，这关东方六成的这个。谁卡麦帮我麦关一下？注意一下对面的话，武装套套关他妈队长水风，地府关他妈打眼的，把眼上一波，这样的话应该是能拉起来了，下把对面应该能拉得起来了，好像拉不起来，下下回合才行。你看两回合小爽是吧，他没有磁心的啊，这个和尚我之前就说了好吧，他没有点磁心的，因为他拉金刚的话是拉十个状态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关他妈像打法的话真的有点问题了，很简单一个道理，这宝宝其实关他妈已经被是吧，这宝宝关他们已经被甩得很远了，没有必要清蹲的宝宝了，真的真没有必要清蹲的宝宝，给他们人物压血量就好了。你这三四三四幺的宝宝，对面零二幺三二，把那宝宝打持平又能怎么地了，是不是？我不建议清宝宝，真不建议清宝宝，直接干人。这女拔木的话二十回合，你要二十三回合才能招蛇，
二十三回招蛇的话，你现在招个蛇卵的话，等到二十三回双蛇吗？点化身应该不太可能，点化身点不死对面彻底缓住了。还有对面有两个风系封过来，一旦点他失败的话，对面直接缓住了，应该不会点。我感觉怪他们可能还是新宝宝的。对面宝宝的话顶个二金，无力动对面上塔的，武装对面套套怪他妈花果山水封，对面封也封不中了，怪他妈走了波惊奇。逆风走了惊奇，对面对人的话走了罗汉灵动，把罗汉挪起来。我的怪他妈上的是灵动，好像真机会来了。这怪他妈状态太好了，第五张烟雨怼两千，我操两千七两千九，这什么玩意这是？诺人机不怼，你早怼人就好了，真的怼人怼晚了。上把怼人就好了，上把只把那五段给他怼死就好了。这把摸女娲木苗的死不？一千六，我操，死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这下真的赢了。对面回血回不过来了，魔王虽然能拉，但对面回血回不过来了。这个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，幺二九真的，这幺二九真牛逼啊！对面没辙了，这关他妈女娲木可以招一条蛇，招条蛇了，下波双蛇招出来。怎么这么牛逼了？这是这幺二九把一五九的给锤了。对面有几度人拉起龙三，合上一波活血。孩子关他们逃跑一个什么鬼？跑掉，宝宝三四四四幺，第五张戳对面一号包戳死，首发飞了。反正花果山的话，对面龙三干的，连击恶爆锤。等等，对面的和尚干嘛了？对面的和尚，有人看到对面的和尚啊？和尚拉了个龙龟，糟老婆坏得很。女娲木怪他们一手群，对面的法系的话，因为盾破了，好吧，女娲木只把他们龙三秒死了。对面只有几个单位的，一二三三个单位，完了，对面急了，只有三个单位，真的急了。二十二回合，这不急了是吗？真急了，牛逼，真的牛逼。当前消息是开了。对面和尚有很大的问题，此心没有点，必须点此心。现在打 PK 你不点此心能行吗？真的。对面无力动继续拉龙龟的，已经缓不过来了，感觉小船怪他们直接挂对面的无力动水封。和尚对面群推的两千，关键推不动血了，关键对面人都死了，好吧，推不动血，对面怎么拉人是个大问题，人拉不起来。蛇怼龙龟三千六，对面的话龙龟拉起对面的物理系，关他们烟雨怼无力动两千二。第二下贴住，花果山一手杀威胁棒贴住，还有女娲木一手群顶得住不？善爆宝宝打了个善爆，女娲木一手群对面的物理系拉了个龙龟，女娲木一手群秒了个六百血，顶着罗汉秒不动。力劈华山，这杀人的不？大柱蹄子，力劈华山四百八，好吧，吓人力劈，好像顶了一小波，真是顶了一小波。对面的物理系的话勉强站住。还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，对面的方寸死了啊，对面的武装死了。我觉得对面的武力动啊，武力动拉武装比较好，武力动拉武装，对面的和尚一波救死扶伤。龙龟的话找个归属的拉这个法系，法系出个宝宝，对面只用推救死扶伤比较好，就赌关他们这小船不中，或者对面的武装的话套关他们这个输出套中就好了。二三回合，龙龟超前速拉对面的武力动罗，哎呀，不拉怎么不拉武装？武装起来还能套一个的，这是不是啊？小船不中，对于对面来说是好消息，对面和尚活血了，大哥救死扶伤啊！这个时候你没有人心的话，救死扶伤比较赚的。这不救死扶伤，蛇的话怼龙龟六千九直接秒掉，完蛋，千数直接飞了。那个宝宝拉武装的话不够配速，烟雨剑法怼对面物理系，对面的花果山应该是死了，对面的花果山没有速度优势啊，这一二九比他快。这个时候关他妈那个神震瀚海完了，对面被飞机飞死了，那个武装法系没有死。关键是武装被飞机飞死了，对面拉反了，真拉反了。这个用一这个五号波波拉法系，一号波拉武装的话，对面的武装能出手封印的，能套一个也行的嘛。对面套子没出来，李娃木怪他们一手群完蛋，力劈砍对面龙龟一千三，无力动对面经脉回了口血，对面法系魔王拉了个孩子，把孩子拉了一波，对面无力动感觉。无力动可以拉武装啊，无力动拉武装，武装起来耗不就好了吗？这一波关键耗上你当头一棒，逆武装他会有咒语的言语剑法，伤很凶，是吧？你到无力动拉武装，武装耗不就好了吗？无力动这边是医术啊，和尚这边的救死扶伤就好了，用救死扶伤推面伤，
把伤面伤伤势推上去，因为对面没有人形，就一层人形而已。对面这妖风封关的方力武装准风，在关的方其实现在还比较慌啊。关的方的话，直接是想点死对面龙三，小损没挂中，小损又水了，蛇怼孩子四千七。龙龟的话给乌龙顶血，对面在疯狂缓住，关的方当头一棒砸断了法器三千六，直接敲掉。你活个血又能怎么地了？活血也是死。对面怎么拉人是问题。关的方吕拔木的话招条蛇卵，应该是可以双蛇了。因为没有小怨灵的号码瞄不了了，干脆的话招双蛇。吸血鬼的话把对面的宝宝继续砸掉一只，对面没宝宝顶血，力劈砍孩子，孩子一千五，对面不拉人了吗？我操，对面不拉人，完了，为什么对面不拉人呢？这是你怎么能不拉人呢？这是对面他妈躺了一地那个武装倒地没人拉过，真的没人拉过，这搞个锤子没了，这关他妈双蛇了，不可能没有药了，好吧？这二十五回合怎么可能没有药？对面武装早拉就好了，早拉武装套不就好了吗？这武装早套多好！我操，没套中，他妈的！小爽挂在那武装挂中了，和尚对面一波活血，给对面武装活了四千五。这关东方的话解封力武装，这力武装的话是有个烟雨的，力武装烟雨怼，我操，一刀六千暴击干死。咒语的话加了很多暴击，关他妈杀威胁帮干孩子被打飞，完了，对面缓不过来了，这是。对面当头怼关他妈一号上颚，好吧，一号好像是力劈啊，一号力劈没死，吕拔木关他妈继续招条蛇，双蛇走起了，这双蛇拱对面的扛不住了，双蛇的嘛对面拱死，对面和尚可能难也吃不消了，对面和尚已经单推了三把了，这把可以单推对面的花武山可以满上。但是和尚有没有蓝呢？没有蓝是大问题，没有蓝的裂了，有没有蓝呢？这太惨了，真的，这一五九我感觉打 PK 经验还是不太足，是吧？首先和尚你肯定得点人心的吧，人心点着。对面的话拉了个龙龟地府爪子抓对面的物理抓死了，对面的和尚单上当歪了，完蛋，单到龙龟了，等着对面的和尚蓝也不足了，关他妈继续换了这续迷。蛇怼宝宝怼一万，我操，搞个屁啊！这两条蛇刺人的，这两条蛇真的。杀威胁棒怼和尚一千二，女王我小怨灵一波招，下波对面没有罗，结束了，两条蛇把对面拱死了，双蛇对面都顶不住了，我操，对面有很大的问题。这感觉有很大的问题，意外，很意外。对面的和尚不点人心，不点此心也是个大问题。真的，你这怎么能不点此心呢？不点此心的话，对面那个法器晚了两回合才拉起来。那两回合发生的事情太多，那两回合的话，对面的无动死了，是不是？这蛇把对面拱死了，这还打个屁啊？对面没得整了，对面三个单位。蛇怼龙龟，好吧，龙龟飞，对面和尚拉了个孩子。烟雨戳，好吧，和尚被戳死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吕拔木一手群，十亿啊，给钱吧，我操，真的可以给钱了。对面的魔王开始秒的多嗨啊，真的，被点死之后就是个憨憨的，好吧，躺地上躺着了，真是个憨憨，才他妈打了二十几回合，我操了。